喂，哎，老公啊，你出差还要几天才回来啊？人家很想你耶。啊，还要四天啊？那你要等你回来才能那个哦。嗨，喂，喂，哎，怎么断了？喂，老公，我刚刚的意思是说，等你回来之后呢？啊，什么？讯号不清楚啊？喂喂喂喂！哎呦，每次讲到重要关头就这样子。没有讯号了。还要四天才回来，那要多久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哎呦，不会吧？我跟小郭已经八天都没有那个没有做。哎呀，都吓一大跳。真是的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跟小郭的性生活非常的美满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不要乱讲话。奇怪了，我说八天没有坐下来喝咖啡哎，但是我没骗你，我跟小郭之前我们真的只有周休二日哎，了不起啊？当然啦，但是很奇怪，他最近晚上都意兴阑珊的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哎呦，秀秀啊，这不是我说你，你看小郭白天哦忙着上班。晚上还要忙着应付你这个女魔头，谁有那体力呀？哎，但是她最近很闲呢，她除了这次出差之外，她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加班，而且还可以放年假。但是我们俩之前真的是常常那个哦。哈，又酸我了。但是她真的最近怪怪的。外遇？外遇？怎么可能？我看不起她。哎，她每天下班回来看电视、吃饭、洗澡、睡觉的，她怎么可能搞外遇？连找她的电话都没有。压力？压力？中年男子最怕什么？失业，八成就是失业的问题了。你看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，对不对？你要说小郭一个多月没有加班，说不定他现在正面临被裁员的压力，可是又没有办法告诉你们，所以只好自己承受着那个压力。可能吗？哎，怎么不可能？当然有可能呢、啊。你说他出差，对不对？不好，早就被公司裁掉了。他是出去找工作。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他会告诉我吧？他怎么可能不跟我说呢？有些话就是不方便说吧。哎，阿妈，阿妈，哎，舅舅呀，哎，舅舅，哎，舅舅来来来，舅舅，嗯，小郭最近好玩的去。哎，阿妈，算了，嗯，我代志，我代志。好。哎，伟如大嫂，哎，上次那个 DVD 还给你，看完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舅舅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有问题要问。好好，对对对对，什么我都回答。小郭有没有可能被裁员？伟如的眼睛真的好圆。舅舅，我在问你啦，小郭有没有可能被裁员？裁员？对啊。哎呦，他怎么可能被裁员呢？他如果被裁员，那我们不是要去路上要饭了？更何况啊，如果经理要裁他，怎么可能把这次这么重要的 case 交给他去出差呢？嘿，芯片呢 ？Cats， 这个好，哎，这个我没看过，借我，借我啊！哎，舅舅啊，所以小郭真的是出差了，这工作没有问题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聊啊。哦，你先请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伟如啊，嘿，下次我带你去看猫。看猫？我对猫过敏，看别的吧。对，哎，陈。秀秀，干嘛？你我你我干嘛？不是外遇，不是压力，小郭又很久没有跟你那个，最后的问题就是你我。身边有很多甜蜜的家，家一家幸福无限大，婆婆妈妈说八卦聚在一旁。一钻跳楼价有天价不二价，比不上来一钻烂泥，最最最会杀价。坚强，三餐营养丰富顶呱呱，妈妈最爱见怪不怪，最乖叫黄瓜。妈妈说大男人小男人只会不听话，婆婆妈妈酸甜苦辣就是甜蜜的家。回家听着。
人爱阮，阮无爱。想讲咱才好听。阿天讲，阿妈，你做什么啊？那个是我们的真人启示，你是他做什么东西啊？我来应征你啦。不好笑，阿妈，我们要应征的是攻读生，就是那种还在上课啊，是一般那种学生呢，不是什么那个什么老人年社会大学的哈。我知影啦，啊，不过哦，北京店不是有一种什么妇女什么鬼妇女？妇女二度就业小。嘿嘿，对对，这个。哎呦，阿妈，老实讲啊，你妇女三度就业都买晒啊，哎，卖干嘛啦？不过坚强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熬呢，嘿，我也要买鱼啊哦，抬鱼啊哦，啊，我上熬就是一个小妹妹。阿妈，你快给我放手，放手啊！哎，是你叫我放的啊！哦，阿妈，你为什么突然想要找工作呢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郭祖伟大逆不道，想要抛弃你啦？没有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郭祖伟失业了？哎，没啦。我讲生笑的啦，一定是阿妈，你怕太无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找工作，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嘛，干嘛那么拼命呢？对不对？对啦。啊，无好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切一个沙拉给你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到今嘛是要去倒位找迄种哦好赚啊，搁轻松的头路哈。哎呦，迄足多啊，报纸凊彩找找就有啊嘛。下面免经验啦，声音甜美啦，吼，在家兼职啦，吼，钱还可以预支，哇好嘞。真正有嘞，免经验，声音甜美。哎呦啊，老。阿妈，你坐，我凊彩讲讲你。阿妹，去哪？老弟，我甲你问吼，我声音敢真正哈好听？好听好听啊，黄莺出谷那不算什么，你声音啊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最好听，永远最好听，好像仙女唱歌的声音啊。我每次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我全身的那个毛细孔啊就好像吃人参果，舒服的不得了啊。真是的哈，谢谢。不客气，真的很好听啊。哎呦，花爷爷嘴巴甜得不得了哎，花马子学着点。阿爹在家。可是奇怪，我平常也会营造一些气氛啊。怎么营造法？现在讲啊，我不好意思啦。当然现在讲啊，一定要把问题找出来啊。根据统计啊，夫妻会离婚有三分之一是因为性生活不协调。那如果性生活协调的话呢？有三分之一也是会离婚。你赶快讲嘛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把问题找出来啊。真的要讲啊？嗯，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再接着说，再上面去。你们厉害的嘛，看不出来，你专家耶，还出肉哎。就没道理啦，这该准备也准备，营造你也做得不错，你跟小郭两个又没问题，那怎么你们会出现问题呢？你的反应不够。我的反应不够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男人在做那档事的时候是很需要女人鼓励的。那你给过你前夫鼓励吗？当然有啊，大概就是因为鼓励太多，所以他就往外发展。文若，你的反应越大，小郭呢就会越卖力，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是很快乐、很就业、很舒服、很幸福。文，小心一点，妈妈在写功课。瑞瑞啊，不好意思，妈咪在看那个 Discovery， 有一只羊被咬到了。对对对。所以呢，就是你的反应不够。我反应不够。嗯，可是我平常也不会像个死鱼一样啊。吃麻辣锅是不是也有分小辣、中辣、大辣？对啊，你吃久了，当然口味会越来越加重啊。是这样子吗？嗯，
所以你要更激烈一点，更投入一点。怎么投入啊？就是说要 a little bit 淫荡啊！我不会什么做 a little bit 淫荡，我也更不会什么激烈什么的，这有点难度，对不对？当然啦。好吧，看在小郭平常对我们社区呢也是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我就把我的法宝交给你。交给我？我应该还想得起来。走吧。你带我去哪儿？总不能在这边示范吧？到你房间去啊！啊，好紧张啊！不能让瑞瑞知道啊！借问的吼，恁遐敢有要真人？嘿，啊？对啦，我18岁啦。首先，你要对自己充满了自信。基本上，你能够跟小郭上床，已经相当不简单了。哎，那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，很土了。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性感女神，一举手一投足都充满了 sexy， 然后把自己想象成贡品，对小郭说，小郭，我是为了你而存在，我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奉献给你。哎呦，哎，我跟他老夫老妻，叫我讲这个我说不出口啦。那就换个人想象啊。啊，不是啦，你试试看嘛。试试看啊。嗯，我，你可以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我讲不出来了。不要那么大辣好不好？中辣好不好？本来就是要 A 嘛，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男人喜欢看 A 片？好吧，简单一点的，你会叫吧？叫。嗯，讨厌，我当然会叫。好，阿丽给我讲讲哦。嗯，谢谢，再见。我找到套路啊，太简单就找到套路。阿尼哦，以后哦，找套路。阿妈，你的药啊？哦，谢谢谢谢。你干嘛找工作啊，阿妈？啊，哈多。啊，你是应征0204女郎哦？我看你是0204阿妈哦。什么鬼叫0204女郎？啊，你连工作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去跟人家应征？就是人家打电话进来，你就要想办法跟人家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慢点，这真好应嘞。哎呀，无讲啥哦，都搞我录取啊嘞。伊只是讲哦，以后吼爱用电话吼，啊，跟人安尼开讲，啊，叫我改就是讲吼，我声音吼，讲话爱较奶一嘞。等你，等你，等阿妈，你是不是签了和彩签了一屁股债，所以你要去打工赚钱啊？不是的，不是。啊，啊，那我这样啦，阿妈。一样是女人哈，我了解那种痛苦、难熬跟压抑。曼玲，你嘛知哦？嗯。啊，你看，伊嘛知影阮小郭无头路，给我压力。曼玲，阿妈甲你讲哦，阿妈哦，趁外劳啊这件代志，你千万唔通哦，秀秀知哦。外劳啊，是啊。part-time。好，阿你嘛跟我讲 freelancer。好。好啦。嘘。我不会告诉别人，而且这个事情讲出来也太尴尬了。丢啦！阿妈，你放心，你在这个工作上如果有任何困难的话，你可以问我。哦，阿丽买药。英雄不怕出身低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今天那天有没有水果可以吃啊？有啊，你要吃啥我拢给你吃。来去吃。那你叫给我听。啊。没有身体接触，我怎么叫得出来啊？大概叫一下嘛，大概。开玩笑，我大概啊，就是啊，哎，哦，这样子。这种日语教学，哎呦喂哦，男人听了会倒胃口的啦。不行，那样子要想象的一个画面就是，来吧。
撕裂我吧，像野兽一样的撕裂我吧！啊啊！小声一点了，人人在隔壁写功课，你总不能让我跟他讲说那只羊老是咬不死吧？反正这个诀窍就是在气音，气音哦，就像你们唱歌一样啊，从腹部经过胸部，经过脖子，然后由气管像喘气一样发出来，啊，然后这个音呢，还要使房间每一个角落都听得到哦。这样子啊，试试看，哎，啊，是吗？不是说呛到？对啊，不是啦，放感情呐，要像两个人这样子。激烈交缠在一起的感觉，哦哦，那个画面，好，试试看。啊，正经点吗？你不要偷笑嘛。好，我正经一点。嗯。啊，去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哎，好尴尬，不要再学了啦。不行，那你一定要多练习啊，这样子成自然你就会啦。你看0204女郎，他们可以一边跟客人还可以一面洗衣服喂奶，多厉害啊！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练习了。哎，你该不会要我？不行，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这样又可以练习，对不对？又可以赚钱，对方又不知道你是谁。嗯，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要？然后等到小郭回来，看到你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一定会很兴奋。那时候就会刚才碰到烈火，天雷勾勾地火。离婚三分之一的原因就是性生活不协调。0204啊。对啊，我讲讲啊。啊，你今日要跟我讲啥？我回了。啊，哎，再见，咱两公再搁讲哈。谁啊？啊，迄卡了唔对的啦。啊？唔丢，他都唔丢，你跟人家说改天聊，神经哦，他的朋友，哎，我来食饭，哎，卢叔，啊，我今日袂记你煮饭，哎，今日哦电话卡了唔丢，哎，人真济，我袂记你煮饭。啊，那个锅子上炖的是什么？哎，澎湃海呀，澎湃海啊，嗯，会不会太巧？那我们去吃日本料理好了，反正肉肉还没回来啊。哦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喉糖啊？哦，啊，我就最近咧拿喉刷刷，就吃侪喉糖啊。哦，来，你嘛来一粒吧。来一粒。嘿，你嘛咧常常伫遐压来压去啊。啊，你哪有知影我压来压去啊？啊，你也在上班啊？啊，你阮查某囝咧，我唔知你是做什么头路哟。啊，你唔是爱教学生啊大字大，啊唔是爱唱爱讲。对。啊，有影实在是，来吃一粒吧。嗯。保护你的喉咙，天然的上好。好啦，行啦。对啦。吃日本料理，走。行。干嘛？顾哲，那你要吃什么？什么？看不懂啊，几个字？哪个字？第一个字。啊，眼睛瞎。啊，瞎子哦。好啦 ，Abby。啊 ，Abby。好。哎呦，你还要什么啦？啊，打打手卷啊，手卷一个，好，手卷一个，好。哎呦，华医生怎么啦？哦，华医生缺德话说多啦，这样可以少造一点口业啦。不是啊，他重感冒，整天哈啾的，所以给他戴一个大口罩哈，怕传染给大家啦。哎呀，对，什么对？怕传染给大家就带东西回家吃嘛。哎呦，不行啊，就是我爸怕被传染到才叫我们出来吃饭的。哎，啊，不过一出院你看就是不要吃饭啦。哎呀，很简单呐，啊，食物要吃的时候送到口边，再把口罩拿出来一点点，这样吃就好了啦。哎，阿妈，赶快看一下要吃什么，赶快加啊。怎么讲？0204有没有用啊？我跟你讲，蛮好玩的。我不知道我魅力有这么大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每次打电话来啊，我就用你教我的方法跟他们练习，就反应都很好哎。怎么我跟你讲，我示范给你看，就是对，再一点感情，再一点。看什么啊？吃饭。秀秀还在教妈妈唱歌。对，唱歌。什么都不必说。哎，小姐，麻烦你吃饭别叫声好吗？你不要说话好吗？你回去吃饭。哎，阿妈，你的那个工作做得怎么样？
真轻松嘞。哎，我今麦才知影哦，可怜的人真多嘞，啊，一个朋友拢无，佫愿意跟我这种无熟识人开讲嘞。你给我回去，不要传染给我们。讨厌。他都聊些什么？有没有那种很过分的那一种？无。哎，今麦失眠的人真多，啊，打电话人拢甲我讲，我困袂去啊。哎，你爱甲我斗三工。斗三工？嘿啊。怎么办？你不要给人家骗去哦。没啦，我拢爱叫伊爱念佛经。你有意思，叫人家念佛经。哎，念的吼，心较平静吼，安尼较好困啦。哦。哎，不过嘛，另外真奇怪，啊嘛有人打电话来吼，你啥物拢歹出咯，拢无讲话哦，但暗滴啊，啊，你出去。阿妈在教我气功啊，气功对身体好哈。大家一起来嘛，好来来，吸气，吐气。他们在电话里都讲些什么？哎呦，这种话我说不出口。啊，那你的反应呢？我，哎呀，这种话怎么能跟你讲啊？哎呦，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你就告诉我嘛。哎，你自己不会去应征那个0204啊？而且你声音那么好听，不仅你的业绩会很好哦。我怎么能够去做那个？我会弄假成真的啦。这倒是。不会吧！你连这个时候电话都带着呢，你怎么当上瘾了？你是叫我多练习嘛？哎，赶快接，赶快接，让我观摩一下。你要观摩啊？快点！快点啦！哦 ，Hello， 我是 Melody。当然，秀秀朵朵。朵朵啊！朵朵什么？年轻人都这样讲话。朵啊，不好意思哦，你可不可以过五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？啊，对啊，我现在不方便啊。对啊，因为没有啦，因为我在洗三温暖。对啊，啊什么？你喜欢看人家不穿呐？哎，你这个人讲话客气一点好不好？你以为我是什么啊？把我当脸？哪有这么凶的啦？你有没有接过0204电话啊？喂 ，Hello。我也没有穿衣服啊，朵朵。哎，小易啊！哎，你妈嘞？干嘛每次看到我就问我妈？哎，我关心嘛。哎呦，你喜欢人家不穿衣服，你好色哦！啊，我是做什么的？我是空中小姐。什么？你喜欢护士啊？那我也可以当护士。啊，你喜欢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小易啊，我问你，真金是？不要拿下，带着去。真金是里有谁？我妈。你说伟如吗？对哈，我妈就伟如。朵朵。除了伟如还有谁？秀秀阿姨。秀秀阿姨。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嘞？没有啊，我在这边那么久了，也没有靠别人进来。组长出差，家里没男人。伟如离婚，家里没男人。他们两个。不，我太龌龊。小易啊，你打我一巴掌好不好？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怎么打这么大力？我搞不好也是。算了，这种事情要找个长辈好好聊一下。小易啊，耳机戴着不要拿下，跟我去找阿嬷。哎呀，我僵啊！哇，就想你哦。哎呀，我今麦等你吃水果。啊，啥？卖吃水果，吃你，你神经病哦！啊，嘿哦，好啊，我爱对对开始吃嘞。好好玩哦，借我玩一下。好，来，哥哥嘞，你看我嘞，好。你礼物送快吧！哇，糟糕了！怎么组长才不在家几天，连阿妈都……没，你带，不要。你让人家好心怒
恨哦。我那个儿子虽然不怎么称头，但是他也不能不守妇道啊！啊，气死我了！满玲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人，欢迎什么人？啊，我哪块先生代机啊？啊，妹子，啊，不好意思吓到你了。别！哎，刚才就只有你们两个在这儿吗？哎呀，得问你啊，老爹以为你们两个人在跟别人打。不是，请容许我了解多一点，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我喏，假水果啦，我在跟阿妈聊天嘛。干啥干啥？干嘛呢？恁在假水果开杠吗？你疑心病这么重干什么？你小心我去跟伟如说坏话啊！这样子啊？对啊。假水果，假水果，快点，叫。喂，恁打错了。哎，他亮不掉。你的辣椒。喂。你自己接电话，我们下次再聊。小姨，回家，算账，拜拜。打错了。哎，你们怎么搞的？这电话都不敢接，这电话有毒啊！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是不是有一些骚扰的电话，一些男生打电话来？我最痛恨这种下流的这男生了，当然我好好处罚他一下。哎呦，那得了，吃水果，吃。哎，老早地下我啦。喂，找江江，你等一下哈。江江，啊，就是。啊，是新来的。我自己来的，我是外籍新娘，端端的班班。你是老客户啊？啊，我的声音很好听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这个声音听起来怎么好耳熟啊？这是先生的声音啊。先生。喂，先生，你是不是重感冒一个礼拜了啊？喂，哎，小姐，哇，你好仔细啊，你听什么？重感冒就不能随便脱衣服，要小心一点啊！不知道，小姐，刚才那个是阿多是新来的是吧？他声音蛮好听的呢哦。你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花艺好医生对不对哈？喂，你听我讲一讲，你讲。我想，我连宝老想。哎，所以这怎么？哎，那你先，哎，你慢点了，慢点了。Money， 我爱你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曼妮好爱你，好爱你。你放屁呀！哎，你现在给我试试看哦，敢背着我打0204，我现在去叫你睡觉，你不要走。妹子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，我怕出人命了。这个老公打0204，哎，老婆居然找到了，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社区啊！奇妙社区，不急不忧。拜拜。奇怪了，花医生打0204，怎么会接到你的电话？妈，你该不会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小姑失业啊嘛，啊我就去找一个头路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头路真轻松哦，吼，啊有大部分哦拢是对方讲的，我拢真少讲话啊吼。啊我若要讲话时阵，我就干那会啊，迄个人就叫我安尼讲尔啦。妈，你误会了啦，小姑她没事，她好得很。啊？倒是你刚刚那个叫声不太对，你要从这个丹田的力量出来，这样啊，这样子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小郭他真的失业的话，只要我们全家人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就很好了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去收衣服了。你这样子，哎，哎呦，真急呀！哎呦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切拢是误会，拢是误会啦！啊，恁昨天若转来，你就唔通甲讲哦，吼，哎，拢误会，拢误会，吼，误会啦，哈。George， 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做人要厚道一点。哎呦！老公，好几天没看到你，好想你哦。开灯啊！过去。秀秀，谁教你的？三八，睡觉。
我觉得我们新时段的这个儿童节目就应该摆在晚餐时间。拜托你好不好？晚餐时间不看新闻，看什么儿童节目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们现在的族群焦点呢，就是放在可以在家里面晚餐时间控制遥控器的那个人身上。谁能拿到遥控器，谁就是老大。你看，快点快点，吴润润啊，妈妈不是跟你说不要边看电视边吃饭吗？走，回到那个餐桌上去吃。哦，有人家想看嘛，等到吃完饭节目都没了。不要紧啊，今天看吼，啊今天今天吃饭爱吃较济啦，啊阿妈陪伊，不要紧不要紧。妈啊，我在教润润规矩，你就不要插手嘛。嗯，啊，到有啥物规矩，也都是今天看啊，今天吃饭安尼尔，有啥？你细汉啊就是安尼，你即马敢无规矩？算了，我也说不过你。阿妈呀，就讲。阿妈，你教我英文。我英文，哦。阿嬷哦，即马搭伫迄个咱个社区个长青大学学英文，尔即马甲你教拄拄啊好。阿嬷真牛吼，哦，这个哦 ，T， 嘿，这个发音哦，就是 T， 就是迄个踢球个踢。好，你即马听吼，你爱记爱安尼啊卡呢？踢踢踢踢踢踢，安尼记啊吼。好好玩哦，跟我们老师教的不一样哎。当然嘛无同，这阿嬷自己发明个嘞，我好记嘞。哦，这个 B。哦 ，B 的发音就是七波雷波，七波雷波，七波雷波。哦，哎对，七波雷波，七波雷波。嘿，我七波雷波，安尼教好你啊。你们在干嘛？是啊，有说有笑的。阿妈在教我英文啊。哦，哎，没啥啦。哦，阿妈你这么厉害，还会绕英文哦，真强了。哎。我阁会晓真济哦，恁拢唔知尔，我都无点出来呀。对啊 ，T 就是，踏踏踏踏踏踏踏 ，B 就是七波雷波，七波雷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尼真好记吼。妈，啊，你拢安尼教英文啦？啊，有啥唔对？你用这种老人方法教润润，这英文怎么可能学得好？哎呦，什么老人方法啦？学英语就是安尼，人阮老师搁甲我学了讲我呢。哦，我真有天分呢，英语讲甲真好嘞。可是那是你的方法不适合润润呐。哎呦，学英语吼无什么方法啦，拢同款啦。我知影啦，你嫌我吼啊册读无济吼，安尼甲恁润润安尼教歹。无啦，唔是这意思啦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啊，非得我伫这厝的嘛是定地啦，我来去进啦。啊，弄弄来，进就是健身房，嘿，念作阿进的进，阿进的进，嘿，阿进的进，阿进的进，嗯，对，念也对啊。哦，妈妈，你该招了，你把你妈给惹火，哎，你还幸灾乐祸，还不是因为你。不知道，妈妈没问题吧？那我，要不要我去看一下妈？哎呀，不用了，妈那么爱面子，她待会就回来了啦。继续努力，小易，你要去哪里？说好晚上不准出去鬼混，你不要离开我视线范围哦。文如啊，你妈儿子这个语气好像一个什么语气？我想起来了，像我骂我老公的语气。他是我的宝贝儿子嘛，万一有什么差错，我怎么办？对了，阿天山，哎阿妈，哎阿妈阿妈阿妈，进健身房要穿运动服哦。阿大宝宝被运动穿什么运动服啦？都来，都来，阿妈。阿秀秀嘞，啊，拢伫厝诶啦，啊，就嫌我这老人啰嗦吼，读捌哦，啊我，哎呀，阿妈你想太多了啦，秀秀不会这样讲的啦。我不是安尼甲讲啊，我讲你今仔搁少年，搁唔知老啊，你都。小易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叫人啊。家里有电脑，有网络，去什么网咖？你给我回来。气氛不一样嘛。气氛不一样，你看你讲话的态度就跟你爸爸一样，每次说要去酒店，我就说家里有酒啊，有女人啊。为什么要去酒店？气氛不一样，什么气氛？他在去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去哪里呀？哇，他那种地方就是青少年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地方，你千万不能去，听到没有？哎呦，慢点啦，你家己无囡仔，没别人囡仔都小。来来，跟阿妈讲，什么会是网咖啊？要不要带你去见识一下？好好好，阿妈跟你来，阿妈跟你来。阿妈陪我去，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哎，好啦，啊，囡仔都较好奇嘛，你甲八月嘛袂乖，我甲伊来吼，袂危险袂危险。阿妈，你不要跟他下棋好啦，麦啦。小易呀，你自己想出去玩就拖阿妈下水吼，那阿妈去网咖多奇怪啊。阿妈，你不知道小易在打什么主意啦，你带阿妈去还不是为了要阿妈爸不准打，
还不是为了要阿妈帮你付钱？不准！哎呦，果然是个聪明的小孩耶！哎，这招我怎么没想到？哎，阿妈，下一次哦，我带你去 pub 跳舞，好不好？没有人吗？我只想说，网咖里面没有老人家，如果带阿妈去的话，多酷啊，对不对，阿妈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我家己一个人老人，我嘛唔知要行倒位去啊。我只是讲哦，要见树一个名哦，安尼是点点点。不准打阿妈的主意，你带阿妈去哦。如果把阿妈弄丢了，看你拿什么赔。对啊，最近很多那个协寻老人网站啊，哎呦那个电话，哎呦好可怕哦，都是因为这样才来的。你们不让我去就不让我去，干嘛说那么多理由？我就是不让你去。你们这些小鬼头啦，什么网咖啦，什么嗑药啦，摇头丸乱七八糟，你给我还乖乖待在家里哦。你看你说了吧。说什么要不要打阿妈主意，说那么好听，其实你只是不要让林佩妮失陷而已嘛。你什么态度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妈嘞？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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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是阿妈，阿妈大概去网咖了吧？文曼宁啊，哎，你下来一下啦。啊，上次化妆品钱要给你啊。嗯，好，你快点下来，我没时间上去。嗯，好，拜拜。你们两个快一点啊！来不及了，秀秀啊，妈怎么没叫我起床啊？我早上要开会，迟到了啦。啊，早餐呢？我妈呢？哎，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妈，人家来不及了啦。阿妈今天怎么没有叫人家起床？哎呦，你问我，我要问神呐。来喽，嘿，秀，准备早啊。一大早就能领钱，真不错啊。2000块，桌上空空的，早餐呢？我们今天没有早餐吃，好，一定是阿妈偷懒没有做早餐吼。啊，没关系啦，你们都忙嘛，那我就发挥一下爱心啦。要吃什么？我来做。谢谢曼妮阿姨。哎，乖。我要烤吐司加蛋不加番茄酱，小黄瓜切丝不切块，蛋要全熟，奶油多一点，吐司不要太焦。谢谢你，拜托你快点，我现在就要吃到了啦。哎，曼妮啊，那我要那个汉堡加两个蛋，那个蛋一面熟一面不要熟，然后那个小黄瓜切块不切丝哦。曼妮啊，不要奶油哦。麻烦你可以了，快一点啊，我这个要早上要开会了。就这样了，是不是随便？哎，我们家马尼拉还没有从菲律宾来之前，花一堂吃这吃了6年呢。哎呀，我来想办法。跟阿妈做的不一样。哎呦，那我本来就不是阿妈嘛。我不要吃了啦，人家今天来不及了啦。妈，今天谁接我放学？阿妈，阿妈。哎，秀秀啊，代志大条啊。怎么啦？你妈刘叔出走了啦。说什么？他说这星期我不来了，我要去清静一下。那我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妈妈下午去接你，好不好？不能接啊！为什么？我们两个都要上班呢，而且我发现这次你妈生气了，因为平常啊留这个字条，她都说我去清静一下，你妈留。可是这次她留说我要去清静一下，您老不留。真的生气啊！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妈就是这样子，老人家小朋友脾气，过两天就没事了。哎，各位，不要急，不要慌。不是我这个人多管闲事啊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最重要的就是帮任任找一个临时家教兼保姆。临时的去哪找啊？我表妹啊。曼妮啊，你们家人才真多啊，难不成还有人钻油井的？我叔叔。我这个表妹爱心啊，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而且对小朋友啊超有耐心的。哎，她是从国外念完书回来的哦。如果可以来当任任的家教兼保姆啊，太棒了，没问题。哇，曼宁啊，你家里还真的出了不少人才啊。那当然，你一定有亲戚在做潜水艇啊。我舅舅。哎，像我这么有才华，现在还不是一样要在这边切生鱼片哦。Ken， 不要拿我表妹跟你比啊！啊 ，Ken， 你不错了啦。不过 Ken 说的也没错啊。如果你表妹这么有才华的话，怎么到现在找不到工作？她怎么会找不到工作？她是太多工作了，她要精挑细选。哎，很多大公司抢着要她。哎，这不是重点。你刚才说她长得很漂亮啊。George。哎呦，反正啦，这小光遇到我啊，算是他运气好，一定是他们家上辈子啊有积德，有烧好香。如果爱心可以来当润润的家教啊，润润就有救了。看你把你表妹说的像女神一样，我倒想看看她有什么3头6臂。我也想看看她到底长得可不可爱。曼宁姐啊，你到底跟你表妹抽了多少佣金啊？看，我像这种人吗？像吗？像吗？
们在那边讨论乱乱的新保姆，阿妈呢？阿妈到哪去了？对，阿妈，阿妈呢？阿妈，阿妈，她不在这里。阿嬤，哎呦，润润乖，要高兴一点啊！等一下佳佳老师就要来喽。哎，曼玲的表妹真的行吗？要不要打电话给妈？我已经打过了，妈说她休息，那就给她休息好了啦。吼，来了来了，来开门开门。你们郑重介绍，这就是我的漂亮表妹爱心，留美教育硕士哦。哇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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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心，请多多指教。叫人，叫人了。老师，你一定是润润了吧？哎呦，怎么那么可爱呀？一看就知道一定是个好小孩耶。为什么大人总是喜欢捏小孩的脸？不知道这样很痛吗？佳佳。传说中的许爱心小姐了。你好，我是张乔治，本社区唯一35岁以下射护线健全男性，这个荣幸给你。你少来了，你跑来凑什么热闹啊？我们来看你的表妹有多厉害。那你又来干嘛啊？维护社区安全。你们聊天聊完了没啊？我作业快做不完了啦。是我们乡土教学的考卷，这一题“玄阿川真玄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哈，就是说，这就是说呢，阿川这个人呐、啊，他悬梁自尽了。哎，悬梁自尽，就是不懂不要乱讲。解答上面写的是“高阿川真高”。哦，哇，阿川真高。那这一题啄齿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那简单嘛，啄木鸟的牙齿嘛。咚，哎呀，你不会说台语？你笑。解答上面写的是出去，出去。哦，哎，出去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嘛。那这一题狗椅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个我知道，狗椅呀、啊，狗椅就是台语讲的国语嘛，狗椅，狗椅。哎、狗椅。解答上面写的是蚂蚁。哦。哦。高鸟。是这个意思啊。老师，我想这题你也不会吧？脚撑又是什么啊？脚撑。这个我知道，不准抢。按照刚刚的逻辑嘛，脚撑就是用脚撑杆跳。解答上面写的是屁股。嗯。哦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曼玲啊，你不说你表妹什么都会吗？我是什么都会啊，只是台语不是很灵光啦。要是阿嬷在就好了。阿嬷连课本都不用翻，阿嬷才是女生。是你的问题啦，因阿嬷较好啊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又在想什么？你才无聊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觉得呢？我想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。像你这样不讲义气的人实在不多见了。情何以只见你上刀山下火海，遥遥河畔，问不知西山有何汉。好同志，
真的要我去找你妈？嗯。你是他女儿、欸。就是因为我是他女儿，他不会给我留面子。如果你去求他的话，他至少不好意思吧？真的吗？对呀。我看也只能这样子。你看这段日子，妈不在我们家里，整个生活秩序都乱掉了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不客气。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今天让我跨腿。那下次换我。好啊。你做的？就是你做的吗？对，是我做的。可能吗？两位，一定是阿嬷嘛？阿嬷，你在哪里？江江，阿嬷在这里。哎呦，紧紧夹夹夹夹，上班上班上课上课啊！多谢你多谢你。啊，囡仔早顿哦，上重要啊，紧紧夹夹夹夹。哦，早顿上重要。妈，哎，阿你顿来啊？嗯，阿你无欢迎我顿来。哦，唔是啦，迄少少唔是迄个意思啦。你顿来，我真欢喜啊。阿妈，今天中午我想吃汉堡跟炸鸡，你帮我送来好不好？阿妈，该上。好。瑞瑞，该上哦。妈，小朋友老是吃炸鸡啊、汉堡的，没有营养，这样子会把瑞瑞宠坏的啦。阿你无营养啦。哎呀，见三不五时啊，安尼吃一个啊！啊，你小时候不是真爱吃迄炸猪排？哎，细汉赶快不是爱吃。那是我小时候啊。嗯，细汉吃。啊，你小时候会当吃，啊，今嘛变木嘛是小时候以前那边当吃。哎呦，细汉会当吃。阿妈，我想吃。好。我想吃。润润，你不要老是把阿妈抬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买买定来靠阿妈啦。润润啊，你是阿妈的心肝宝贝哈，啊，你妈妈不爱让你吃，阿妈偏偏她都买给你吃。好，没有你吃咯。安尼对啦，你点点啦，我点啦。哎，我想到了，我让你们猜哦，为什么黑人不喜欢吃黑色巧克力？让我解答，让我解答，因为他怕咬到他自己的手指嘛。很冷，对不对？还好啦，这就我一直给你，来来来来。我们呐，虽然不能出去玩，家里这样可以乐极呀。怎么乐？什么？开轰趴？这难得的机会，你老婆我老婆刚好不在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是一票从我美。这样做我良心会过不去，我好像觉得背叛了秀秀。轰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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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光临。